是一个充满爱的故事，那这个故事就从一家人开始。小山，为什么你一直看着相机笑？看，你看，你的样子实在是太好笑了。真是你偷拍我的，快把相片删掉！才不要呢！哈哈，你自己来抢啊！可恶！活该，活该！好痛！你是故意的吧？你活该！你才活该！谁叫你不把相机给我？这家伙！而且又不是我推你跌倒的。好啦，孩子们，赶快收拾东西，我们要准备出发啦！哼！哥哥，箱子好重啊！你快过来帮忙呀！嗯，我马上过来。东西都齐了吧？那么我们马上出发吧。FTQ MRC Learning is fun and easy。小山哥哥，小杰哥哥，你们怎么都不说话？他们怎么了？哼！孩子们，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咯。哇，这里的空气好好啊。妈妈，我来帮你。小山哥哥和小杰哥哥吵架了吗？要怎么样才能让两人和好如初呢？啊，有了！小杰，我跟你说，哥哥，我们来比赛吧，男女二对二竞赛。哼，我才不要呢！哥哥，你是害怕自己会输掉吧？害怕的话可以拒绝哦。我才不害怕呢！哈！挡在前方阻碍我呢！哼，好啊，既然你那么厉害，那接招吧！哼，看我的！哈，啊，球飞出去了！看吧，谁打出去的就由他负责捡回来，去就去喽！小金，赶快去通知 Mary 阿姨。好的。救命啊！小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
小山石球，然后掉下去了。哥哥还有小秋姐姐还有小山爸爸为了要扶小山也跌下去了。什么？我的天哪，我得马上打电话给消防局。喂，这里是三 Q 度假公园，我的丈夫和孩子们跌入了谷里，然后都是你害的，还不是因为你乱开球，我们才会都怪你啦，一直炫耀自己很厉害。哎呀，怎么手机没有信号啊？孩子们都静下心来吧，现在不是吵架和推卸责任的时候。小杰哥哥，你的脚流血了。来，小杰，我先用手帕帮你包扎伤口。哎呀，哎呀，痛！你的脚受伤了，来，叔叔背你。爸爸，天下起雨了。我们赶快找个地方躲雨吧。先去看看环境。这山洞太暗了，这里太暗了，不如我们用木子起火吧。好的，我来帮忙起火。小杰哥哥真聪明。孩子们，别着凉，赶快来取暖。那，给你。谢谢。你们看，雨停了。天色也暗了，我们赶快出发吧。小山，哥哥，小秋，小杰，哥哥，那不是妈妈和小金的声音吗？你们在吗？哥哥，哥哥，你们在吗？大伙儿马上加紧搜索前方。是的，长官。有人在吗？我们在这呢。老公，找到了。妹
孩子呀。谢谢你们。这是一个充满爱的故事。